例如圣胡安教会，这名字太常见了，肯定有好几座。我在考虑直接能徒步抵达的地方。来啊，落在这边，我们先离开这儿，再找人打听。圣胡安教会。我们分开行动，我去找洛佩斯的踪迹。我在周围打听，看看能找到什么。我的朋友萨拉是位考古学家，他在附近工作，这倒是为他知道门的事情。好主意。是寻求拯救还是寻求秘密？我不确定，也许两者都有。等待生命在你面前展开是年轻人的奢侈，我也曾经如此，随波逐流。你就这样到了这儿？啊，某种程度上是的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能不能给你一点忠告，主动做出选择，不要只是被动的接受后果。哎，我说的够多了，你想交易吗？对咱俩都是双赢的交易，要是还有需要就来找我吧。找秘密是否远远？大多数人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宝藏，但萨拉不是，他只是想要找到答案。你们是老朋友，艾比，能帮帮我吗？这个坏了。等等，你就是那个劳拉，克劳父。我从照片里认出了你。你怎么会对这里感兴趣啊？我在追寻一个谜语，巨蛇之心就在杯子里，在很多石头人脸的旁边。人面石，这也是我在这里的原因。我不想质疑你的专业，但我要找的是杯中的巨蛇之心。好吧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些人面石已经待在这里至少400年。图书馆的文献记载着，他们看守这里，守卫一座神秘的地下墓穴。墓穴？我们从来没找到过那个墓穴。相信你也明白，这是让那些宝藏猎人疯狂的原因。如果知名的劳拉克劳夫真有传说的那么聪明，好吧，如果你真想找到那个墓穴，或许也算帮了我。我应该从图书馆下手吗？是的，在公墓那边，那是最古老的建筑了。如果你找到什么的话，记得是我告诉你的。谢谢你，我会的。你是说有人失踪了？对，是伊莎贝拉，也是考察团的一员。今天早上地震后我去找他，但他的帐篷已经空了。去问曼奴，他可能告诉他要去哪里寻找黄金国了。这次是认真的，我们昨晚吵了一架，吵得很凶。我很抱歉，吉列尔莫，我没想到会这样，请继续吧。你们吵了一架，我没想多管闲事，但是……没关系，近一年来我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，我想我们都希望这段关系能继续下去。但我们一直都没提这个问题，伊莎和萨拉经常处不来。啊，抱歉，萨拉，但这是事实。萨拉坚持他的团队得脚踏实地。而伊莎却热衷于探究神庙之中的民间传说，我经常被夹在中间。这些故事自有其渊源，即便大部分是虚构的，其中也包含着真理的内核。伊莎也这么想。然后有个叫曼努的老盲人，他有一对这样的故事，他让伊莎相信这附近有个秘密墓穴。昨晚他让我跟他一起去找，我拒绝了，于是我们又吵了起来。他骂我是顽固的懦夫，我则回敬说他是十足的傻孩子。然后他就跑掉了。是的，他说他要去证明这些反对者全都错了。今天早上我听说他昨晚破坏了公墓，那时我就到处找他，但我发现他已经失踪，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时，我就开始担心了。如果他是因为去找墓穴而遭遇不测，那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。好吧，你待在这里，如果有消息或他回来了，你就会知道。我去找伊莎贝拉，从墓地开始找起。你愿意帮忙？说实话，我和他一样，也对那个墓穴很好奇。浪费了我的时间，吉列尔莫，我知道你对他很温柔。不是那样，这关乎我们所有人的安全。劳拉，你找到什么了吗？艾比的朋友提到图书馆附近有座墓穴，我们在那前面。包太满了，已经装不下东西。姑娘，去墓地的时候小心点，那有个巫婆，她会。
会把人变成青蛙。我一定会小心的。因为女士惹女巫生气，然后女巫就让女士消失了。苦劳对灵魂有好处。400年以来，教派都以苦劳来维持传教所。当时天使德拉克鲁兹和特洛斯塞拉诺刚来这儿，就开始着手准备工作了。他们主张只有劳动才能真正亲近神，直到今日发家人遵循这个论调。这附近有个墓穴吧？秘密墓穴。为什么是秘密？如果和洛佩斯有关，一定有什么蹊跷。很合理的推论。那你呢？你找到什么有用的情报了吗？我找到一本小册子，七步接近神。谁知道，或许会有用。七步。去吧，我就在附近。竟然叫我女巫，我倒是想呢，什么意思？我是一个草药师，一个未受到认可、上不了台面的医学分支。那孩子的祖母是个占卜探测者，人们往往会忽略那些就在他们眼前的东西。有些人不敢去相信超乎他们理解力的东西。哈，伊莎也说过，那个考古学家伊莎贝拉，你认识他？他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也是优秀的研究员，不怕承认自己确实有所不知。爬上十字架毁了十字架的人就是他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，我试图阻止他，但他好像在为什么事情烦忧，既愤怒同时又充满了悲伤。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我正在找他。我不知道，破坏了十字架后他就跑了，但我没看清楚他往哪个方向跑。就他当时的状态，我觉得最好不要去干涉他。很抱歉。没事，你已经提供了很多的信息，需要我帮忙修这个十字架吗？确实需要，但得先把那些孩子赶走。我们在这儿忙活时，他们在那儿跑来跑去，很不安全。那个瞎眼骗子对他们说了一堆宝藏故事，于是他们就认为我想偷这些宝藏。我去和他们谈谈。你这远点，这是我们的宝藏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明天再来寻宝怎么样？不，找不到宝藏我们就不走。我们可以在这儿过夜。我可不希望那样。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没有，我们说过了，你别想得到我们的宝藏。慢点说，如果找到了，宝藏就归我们。真遗憾，修女们告诉我，你们都是乐于分享的好孩子，而我知道很多关于寻宝的事。你认识那些修女？她会去告状的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我也有个秘密，我是大冒险家克劳夫，劳拉克劳夫。哇。我们不会说的，你可以帮我们。如果你找到了宝藏，我们就跟你平分。来笔交易吧，你们需要什么？曼努说我们必须解开谜团才能找到宝藏。你很擅长解谜吗？我可是个高手，说来听听吧。你就把我的工艺拿走吧，当天堂落泪我就保足。若我患病，必有村庄护念。猜我是谁？这啥谜？你解开谜惹吗？解开谜。感觉像一座陵墓。意思是我们找对地方了，对吗？米娜，我有种感觉，应该不远了，在周围找找洛佩斯留下的踪迹吧。这些笔记也是新的教会创始人写的，他们在谈论我给图书馆整新的资金。在他的双翼下，方可寻求庇护。在他的双翼之下，在他的双翼下。方可寻求庇护。方一想寻求庇护。包太满了，已经装不下东西了。用一个秘密的地方是什么？苍鹭河日食。你多少多不了几个。1603年12月25日，我们出城已经过了4天，我们不发一语的前行，被悲痛、解脱和庆祝混合的迷惑感轮番引导着。洛佩斯和我走出雨林，来到一片开阔地，开阔地被山侧面雕刻着的几张面孔凝视着。洛佩斯有了一个小插曲，他之后是这么说的，他站在几张面孔前尖叫着祈求原谅。他心头最重的罪孽是留下佩雷斯一个人对付那些奇怪的战士。他们在旅程中变得很亲近，我试了试，但是没有办法安慰他。所以当他在石脸前谴责自己的行为并祈求原谅时，我点燃篝火等着。
就要变黑，月亮也不发光。原来这是两条圣经语录，太阳就要变黑，在他的双翼下方可寻求庇护。是什么意思？苍鹭和日食就是这个，找找苍鹭和日食。受难组图，但好像少了很多。在十七世纪前就只有七幅，这可以回溯到洛佩斯的时代。这是他留下的线索。是啊，就是他干的事情。好吧，在附近找找看有没有十字架吧。找到盒子后，怎么从多米格斯那拿到钥匙？我们会找到办法的。是的，耶稣扛起了十字架，能帮我抬一下吗？劳拉，你没事吧？你很幸运，这个机关生锈了。这一定是第四处。是啊，看看这些壁画。第二次投降，第二次投降。
老了就跟我想的一样吧，又是受难苦徒，但是还有木乃伊，这不是亵渎吗？不见得，他们可能在进行终极之计，或者他们只是疯了。这里肯定就是第六处，看起来像现场别随便来人。我觉得这是某个地下教派的崇拜之地。真的是，我只知道那些小本兵。我的机会到了。看起来教堂没事的呗。我觉得这是某个地下教会的。我觉得这是某个地方正在发展。我觉得这是某个地下教派的崇拜之地。发生了什么？这是谁？洛佩斯让他的门徒把他关进去，然后不了目击者。只有正义之人的双手才能掌控我的命运。说的就是你了。他让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，还破坏了所有线索，就是为了不让沈三一找到这个盒子，还为了防范帕西提提的人。他为了这件事失去理智了。谢谢广大。剪辑：小逆。拍摄：小逆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。
收藏投币。